妇科炎症呢，这个它的治疗呢，要因人而异。那么，它的这个如果是单纯的某一种类型的阴道炎，啊，通过我们的药物治疗以后，都是能够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。当然呢，也不排除一些临床上的一些难治性的、复发性的这样的一部分炎症。这种情况的发生呢，往往跟我们自己的这个生活的行为啊，特别是性生活的行为，或者是我们的特殊的年龄，比方说我们的幼女或者我们绝经后的老年人，她体内的雌激素水平比较低，局部的抵抗力比较差，所以容易反复发作。反复发作，还有一些呢，就是我们的一些患者，他体内感染了多种病原菌，他常常存在着这个。